这拉面馆不太好找吧，这路有点阴森，我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害怕，但是为了吃我又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是辣的，它家的汤底基本上都是鸡汤，所以汤底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是配料和味道区别。柚子我就没点了，非常多。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这个确实没味儿。我点的这碗叫 Angry Yuzu， 它是有几种不同的猪肉，包括 Pork Belly 啊 Spicy Pork， 然后还加了蛋。之后呢，我还点了一小盘的 Garlic Pork Belly， 去尝尝味道怎么样。再尝一口这个汤，味道怎么样？这个汤也非常正宗，不是很辣，没有选那个都选辣的，不是很辣，真的很好。尝一口这个 black garlic belly。是热的，基本上就是 pork belly 的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今天高能安生，所以就不喝酒精了，点了一个 non-alcoholic 的 McKellar， 它叫 sour ghost， 然后它是一个 sour beer， 就是酸啤酒，不带酒精。McKellar 呢是丹麦，它本土是丹麦哥本哈根本土的一家这个精酿厂，非常有名，而且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设计，都是这种很丹麦的设计。这个无酒精饮料，味道是啤酒，但是没有酒精，酸酸的，有种坏了的味道，发酵的味道，不过还蛮解腻的。所以整个一顿饭呢，我大概花了200人民币，再加的面食130人民币左右，然后其他的小菜呀、加上酒，一共大概200多人民币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如果你来哥本哈根，一定要尝尝。没踩雷啊，它确实好吃。